八月中秋薄露，路上行人凄凉，小桥流水桂花香，日夜千思万想，心中不得安静，清晨朗大文章，十年苦读在书房，方显才高志广。您看这个诗啊，有特点，有什么特点？您也可以算是一个藏头诗，您也可以算说这个诗里边是顶针续麻。为什么呢？您看我一句一句给您解释。八月中秋薄露，这最后一个字儿，这个露呢是露水的露，上面一个雨字头，底下一个马路的路，下边这个呢，路上行人凄凉，这个就是道路的路，引用的就是上边这个路的下半部这个结构。这凉，凉点水，这边一个京，京字底下呢是个小，小桥流水桂花香，哎，这句就引出来了。这个香呢，上面是一个河，底下是一个日，日夜千思万想，这个想呢上边是一个象，哎，下象棋那个象，心呢底下是个心字，哎，这个上下结构，心中不得安静，这个静呢这边一个清，加上三点水就是清晨的清，清晨朗罢文章。这章字怎么写呢？上边一个立，底下一个早，早晨的早，这早字呢最下边是一个十字，哎，又能转到头的这一句，十年苦读在书房，这房字呢上边是一个户，底下是一个方，哎，这个方显才高志广，广字就很简单了，这一点一横一撇，把上这点横去掉，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八字加一捺，哎，这个呢就很简单。大部分的演员呢都用这个定场诗，尤其是评书演员肯定都得用定场诗。这定场诗是干什么的呢？其实就是为了拢一拢大家伙的耳音，告诉您大家伙我要开书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您看干什么工作呀都得有一个秩序，而且还都得有一个规矩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这话都是老话，大家伙都知道。您看当工人得有工人的规矩，为什么呢？您到点上班到点下班，别迟到，别旷工。您作为我们演员呢，到点上台给您演出，别忘词儿，对不对？您要忘词儿了，我们上台来干什么来了？给您表演完了我们再下台。各个行业都有规矩，您说有没有规矩的吧？没有。您说学生，学生也有规矩，学生有什么规矩？好好读书。您看毛主席写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那会儿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讨厌我们呢，学英语课，哎，这同学也不怎么起了一飞智，打哪儿弄出这么几句英文单词来，哎，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他给编了一个叫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，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琢磨的，这个您要琢磨过来翻译成中国话太牵强，倒是有点意思。哎，这学生也得有这个规矩。今儿我给您说这故事呢，不是现在的事儿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清末民初，民国初年，具体什么地方咱也甭说了，反正啊有这么一个破庙，哎，这破庙呢还不是一般的庙，是个天王庙，哎，四大天神。这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教书的先生，教了这么二十多个学生，这个年龄啊都不一样，有这么三四岁的，四五岁的，最大的也就是个六七岁，哎，都差的不是特别多。
这先生每天教什么呢？也就是那些老三本，什么三字经啊、百家姓啊、千字文啊，哎，也就是这些。过去呢都教这些书，过去的学生呢也都会背。我觉着啊，咱们现在这个学校里边也应该提倡这个，这些东西咱不能扔了，毕竟啊这些都是咱们中国老年间传下来的这些书，咱们要都扔了就没有特色。这些咱先甭说，咱先说这先生。这先生每天上学教课，哎，这些学生啊也不是那么特别做的事。您想这孩子嘛，他那个玩的年龄，您非得让他摁着去读书去，他必定心里边玩心不退。每天有不好好念书的，有迟到，有早退，有没事后病假，哎，都有。这先生啊也拿他没什么辙，您说打打明他不来了，这更麻烦。这个是不是这有这么一天，跟今儿这日子似的，40多度，热，外边阳光暴晒，这学生一个一个跟屋里边啊坐不住。那点过去没有电扇空调，更没有了，把这前后窗户打开了，穿堂风，您说有吗？那我也不知道。这先生在上边拿着书本，这边是这戒尺，哎，念不好就打。耶，赵钱孙李，底下这些学生跟着一块儿。耶，赵钱孙李，先生叫什么意思？起哄是吧？光念赵钱孙李，光念赵钱孙李，嘿，就念赵钱孙李。就念赵钱孙李。先生说你们都学我干嘛呀？这帮孩子也会说废话，交学费了不跟你学跟谁学呀？我先生差点气一半死，要说得，你们呀自个儿看书自个儿背，待会儿上我这儿背来，谁要是背不对我可就打。这帮孩子呀底下就是嘁嘁叉叉跟这吵吵嚷嚷，这先生也没脾气，往这儿一坐。哎，过了没多少时间，打外边来了一个人。这人是谁呀？这人是村东头啊大财主家的管事，找这先生什么事儿？让这个教书的先生啊去写这个祭文。哎，您看这个祭文呢一般人写不了，为什么？他得有文化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呢，您得让人听着是那么回事儿。你让我写去，让我写去可乐了，祭文我是来不了，我能把这报菜名给他默写一遍，那管什么呀？哎，这个跟这教书的先生就说了，哦，先生，您烦劳一趟，上我们那儿去写个祭文去。先生一听，哦，好，可以，你等我这边事儿处理完了，我马上就去。这先生跟这底下学生说了，啊。你们都好好念书，看见没有？我上村东头啊出去一趟，回来你们谁要是背不上来，看见没有，我就打。这先生就走了，先生走了。您想想，各位都上过学了，自习课老师一走，那就是学生的天下，读书谁读啊？全跑院里边玩去了，那书本早扔到天上去了。这院里边捉迷藏三个字儿，红墩绿墩小白墩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人家玩什么，反正我小时候玩过这个都来着，你跳房子、跳皮筋、摔包都有。玩着玩它热呀，一会儿玩累了都渴，怎么办？就想起这个，喝点水吧。哎，你说这水呀、孩子多，他供不上喝。哎，这不怎么那么巧，过来一个卖凉粉的，就在外边喊：“凉粉，4文钱一碗凉粉。”哎，
就出来这么几位，胆儿大的，有一个老大，这老大多大岁数？大概得有7岁，带着三个小兄弟都出来了。哎，来，你看你来，卖凉粉的，咱们要来碗凉粉吃，这大热天的，啊，得多解渴呀，是不是？咱去啊。那个最小的那个才5岁，哥不去，不老师不让出去，出去打。你瞧你怎么弄糊涂呢？他也没在，对不对？你就甭管别人，去不去？你去算你吧。那行去。这4个人就打这学校里边就出来了。哎，卖凉粉的，来，哈哈。这卖凉粉一看，哦，4个小孩。哦，怎么着你们卖完凉粉啊？啊，是买凉粉。您这凉粉多少钱一碗啊？4文钱一碗。哦，一摸这兜就1文钱。回头老二老三老四，你们那有钱吗？哎，巧了，后边这3位啊，一人也摸出1文钱来。4个人凑着这么4文钱都交在这老大这儿了。这老大拿着钱，啊，来碗凉粉。这凉粉啊，这碗一拿出来，给这老大差点没气一跟头。这碗才多大，你这茶碗大不了多少，就这么大。哎，买了这么一碗凉粉，哎，给你。这老大端着凉粉就跟这3个弟弟说，老师教的好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万事一理啊。这个凉粉呢也是这样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谁也不要争不要抢啊。我先喝，我喝完了是你们的。老大，这老大说完了，端着这凉粉刚要喝，这老二说，哎，等会儿，我说大哥，你喝多少？我喝多少？我喝一口啊，喝一口。哦，那还行。怎么着？你嫌我喝的少啊？那我多喝点。这时候老四蹭一下蹦出来，哎，别介，我说哥哥，你多喝点，您喝2口到我这儿连舔汤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哎，行，别等了，我先喝。这老四一听，不行，我先喝。你大的得让着小的，我先喝。不行，我先喝。这说着呢，这4位啊就吵起来了，吵着吵，就为这一碗凉粉儿，搁现在说吵了有5个钟头，谁也不让谁。正吵着呢，哎，这教书的先生啊回来了，回来一看，嚯，在这庙门口。4个学生打起来了，干嘛呢？这老大一回头，啊，打架呢？哎，还说是怎么着？当义美呢？还不，为什么打架？这老四就说了，哼，先生，刚才我们一块儿都玩累了，也玩热了，过来一个卖凉粉的，我们呢凑了4文钱买了这么一碗凉粉儿。大哥说呢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他先喝，他喝完了呢，老二再喝，这依次排下来。我说那不成，到我这儿的时候啊，我连摊都没法舔了，这我们就打起来了。先一听，哦，我被这打起来了。凉粉呢？这儿呢？喝了吗？没有呢。啊，给钱了吗？给了。啊，那就行啊。你们这个小孩子呀，不要喝这种东西啊，那凉粉喝多了呼嗓子，对嗓子不好。来，我喝。啊，他喝。您琢磨琢磨，这4个孩子能干吗？他们的钱买的这凉粉谁一口都没喝着呢，先生回来拿起来他就给喝了。那4个孩子不干，吵。那先生一看这阵势，得了，我也甭训了，
行，走，回家回家回家。院里边那孩子也都给散了，哎，他呢就回自己那屋了。这四个孩子，这个气呢，心里边就想，这个先生太可恨了。走着走着，这庙转过一个弯去，有一个影壁墙，哎，这老大突然间就想起来，哎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走走，别走，咱们骂骂这先生怎么样？这老二一听，什么？你骂他？你骂完他，明天你还上不上学了？那他不得打你？你别拧着骂呀，你按着骂呀，按着骂，怎么骂？发微博？别发微博呀！哎，那会儿也没有微博，别发微博。哎，你看，这不是有个影壁墙吗？咱们在这影壁墙上做首诗，咱也别留名，咱就把他给骂了。哦，行，这影壁墙啊年久失修，这红皮儿都掉，剩后边这个白砖，哎，就抠出了点这个白砖，也在这上面准备写诗。这老大就跟这个老四就说了，老四，来来来，锻炼你的时候到了啊，这个时候啊看看你的文学怎么样，来你先写。老四一瞪眼，我不先写。这时候您怎么不说长者先幼者后呢？还是大哥您先写吧。这四个孩子一个赛着一个机灵。老大一听，行，我先写就我先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站着这个白粉就准备要写。哎，突然间一想，他想起这么一句，写的什么呀？是这个词儿：兄弟四人。老二，该你了。老二一看，哦，兄弟四人，这里也没有骂的词儿啊。我呀，有点什么吧？他怎么写的？共凑四文。哎，到这老三这儿了。买碗凉粉。这老四往这儿一站，看着这影壁墙直嘬牙花子。哎呀，这词儿写的可太好了，兄弟四人共凑四文，买碗凉粉，没一句是骂的啊，早知道还不如我先写的。这老四起飞至开动脑筋，把平常上网看的这些东西啊全想起来了。哎，他想起这么一句了，写的什么呢？先上独吞。这四个小孩一看，呵，挺好啊，还给他骂了，也没留名，不错，走。老大带着这仨孩子就都走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夏天呀、这个下雨那是很平常的事儿，尤其是咱们这个北京呢，您像到这个六月中旬七月初的时候，梅雨季节。你像前一段时间我看网上的微博还说什么一起到北京去看海，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还有说也不是外地也有啊，上外地去看海去。顿时我就想起了有一首歌，什么叫听海吧，叫什么，我觉得这挺可乐的。这个啊，确实看这个还真是挺害怕，这汽车呀全都在水上飘着，满遍了船了。您为什么害怕呢？这个您说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个演员，啊，这水挺深的，打这水里边要冲过去。因为我原来开车就被误过水里边，我觉得这挺又耽误事啊，是又费钱，最关键的毁东西。哎，我们这演员开着车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差点儿也误到这水里边。哎，得亏人家技术好，人家从这水里边开过去了。后来他给我们讲，他开的时候啊，无意间瞟了一眼这反光镜，他后边也不是有个什么是奥拓，也不是什么车呀，就被那大公共那个水浪啊推着横着就出去了。我说这得亏啊，要车里没人还好点，这要有人啊。要出了事儿，这不好，这个，
所以我觉得咱们北京啊，尤其以后到明年再到这月份的时候，奉劝大家伙儿，哎，咱们就大公共，这好。为什么？就跟那诺亚方舟似的，这个它痛快。地铁，你说地铁也少坐，为什么？地铁我那看那视频啊，下着雨，外边下大雨，地铁里边下小雨，说连车厢里边都下雨点儿。你说这玩意儿它不保险，为什么呀？地铁那电压也挺高的，这您说跑不了。闲言少叙，咱们接着说咱这事啊。一会儿天就阴上来了，正赶说这阴天，咔啦一个霹雷一响，哗哗哗哗哗，这雨可就下起来了。小雨儿，北京下雨都这样，先是小雨儿，小雨儿突然间就变成大雨了，和上回那天那回那雨似的。咱再多说两句，也是我们这儿一演员跟我说的。他从单位啊出门到进家门10分钟，够近的了。琢磨着我甭穿雨衣了，甭打伞了，自行车倒是没骑，搁单位了。出单位门的时候，一个雨滴的就掉脑袋上了。哎，我琢磨着我快走两步怎么也到家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就从那头一滴雨掉到脑袋上到浑身湿透了3秒钟，哗，这雨就下去了。哎，这天这雨也是小雨儿，唰唰唰唰，哗，瓢泼大雨。这路上来了4个人，这4个人是干什么的？进京赶考的。哎，那会儿说有吗？有，清末民初，那会儿改的还不是特别完整，还有进京赶考考试。哎，这雨浇着怎么办呢？这老大赶紧就领着快走快走快走。哎，一抬头看见这儿有一个房子，赶紧4个人就进去了。哎呀，这身上都湿了，快快快看看书本上湿没湿，有湿的赶紧晾开晾开。等着等过了没一会儿，雨停了，这老大就出来了。嚯，哎呀，赶紧赶紧快快快出来，赶紧赶路赶紧赶路。正说着呢，你回头哦，看这上面有个匾，匾上写着什么呢？天王庙。哎，刚才咱们就说了，这是一个破庙。哦，这老大，我过去那会儿人他迷信，包括现在咱们有好多人也有点迷信。当然宗教信仰咱不说啊，有的那个过去，你像我姥姥还是，我姥姥那个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什么这个买佛龛，哎，就说，就我觉得我姥姥跟那老太太差不多，啊，这不能说买，这就说求，哎，就这样。啊，一看，嚯，天王庙，就跟他这仨兄弟说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快看，你看看，这是天王给咱们护着呢。啊，下这么大的雨，咱们在天王庙里边能躲着，这多好啊。您那位说了，天王庙咱说了这么半天了，这天王都谁呀？4位。哪4位？呵，这4位可了不起，那每个人手底下掌管的人那都得上千上万。头一位那就得说是刘德华，啊，二一位张学友，3一位黎明，4一位郭富城啊，这唱歌这4个天王，这笑谈。实际上这4个天王是谁呀？魔力红、魔力青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，天上的4大护法。哦，这个殿外边有像，有拿一琵琶，好像我记着啊，还有一个拿宝剑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4个人。走着走着，哎，老话说刀怕对了鞘，也不怎么那么寸。这4位也转到这影杯这儿来，这老大就出主意，啊，咱们既然是进京赶考，咱们每个人展露展露咱们的才学。什么事儿呢？嗨，这不因为影杯强吗？咱们4个人在这儿留一首诗，写得好的咱就跟着一块儿去，
写的不好的干脆就回去。行行行，这大人呢个儿高，孩子个儿矮，孩子写这诗呢在下边，他没看见，就在上边写。老大说我先写，也是抠着点这砖灰写。写什么呢？琢磨琢磨，哎，有这么一句，写的是天王法术大法身。什么意思？说这四大天王法力无边，有能耐，特别的厉害。这老二过来了，我来写。写的什么？身穿铠甲似龙鳞。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这四大天王啊，身上穿的这个盔甲就跟那个龙鳞似的，漂亮，金盔金甲，好看。这老三写，脑袋倒有，外斗大。老大一琢磨，这句什么意思？啊，行，有点勉强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脑袋大，哦，就觉得他这像个儿大。哎，这有点牵强，有点牵强。老四，该你了。这老四，嗨，按咱们现在话说啊，有点这个短根弦儿。按过去呢，就说就傻子，脑子不是那么特别灵光。老四，你写。我写什么？我写，我吃包子行啊？吃包子行？他哪成啊？我刚才可说了，写得上来一块跟着去，写不上来回家。那是别跟我扔去，我一人跟家多没劲呢。那你就得写呀。写，我写。老四念念叨叨就过了，也咔着点那个砖灰。你写了什么？你们都，你自个儿看看。这我告你，这字念什么？不认识是怎么着？我认识，跟你开玩笑。这会儿别跟我闹，赶紧着。天王法术大法身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脑袋倒有麦斗大。该我了，废话，这怎么写呀？这谁会？我就吃包子行。您要说吃，您看看这四位这脑袋，一个赛一个大，吃啊，哼，肯定比我能吃，就冲这脑袋就好不了，哼，吃的多就得拉的多。哎，叨着，他好像心里边有点词儿了，吃的多就得拉的多。哎，我有词儿了，这老四怎么写的？嘿，还真对得起前面那三位，他写了这么一句。一抛大粪十五斤，老大一看，好，你这叫诗吗？这个啊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叫，得，我也不跟你置气了，你爱跟着就跟着，家里边也不缺你这一口吃，走，四个人就走了，就出来干什么呀？拿着个笤帚，打算。给这当罐这个水呀、扫扫，哎，怕积水，扫着扫着就扫到这影子这儿来了。哇、哦，谁呀？哎，讨厌！你瞧瞧，那影子上胡写乱画，这写的什么人啊？哎，这先生定睛一看，嚯，这写的诗，哎，这写什么？我好好看。这先生啊。这个有点儿天生不全，怎么不全呢？这个眼睛不太好，不像咱们正常，咱正常这直光、这余光，哎，眼睛是正的。这先生呢，有点斜眼儿，他看人这么看，哎，斜着。他这一斜着不要紧，怎么的？这一下就把小孩跟大人这诗啊，就给对在一块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这诗在下，大人这诗在上，
您要正着看它是错着的，这一斜着看正好这边往这边一挪，这边往这边一挪，它都对上了。我看看，哦，这是诗，这个我得念一念啊，这平常人写就四言七言，这是几言呢？这么一大串，这个啊，看啊，天王法术大法身，兄弟四人，好，讲这十一言呢，这是有学问，太有能耐了。为什么十一言？您看，我给您算啊，天王法术大法身，兄弟四人，正好十一个字。哇，这十一言，哎呀，这太有能耐，这就一般人写不了啊。你看二一句，二一句啊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共凑四文。共凑四文。好，您再听这第三句，脑袋倒有麦斗大，买碗凉粉儿。哦，这第四句最好了，一泡大粪十五斤，先上竹墩，先说我吃得了吗？